我手机拿过来，二维码打开。好嘞。花钱干嘛就没必要了。能与杨洋搭档的女明星都是超级实力演技派，最近与赵露思热播的《且试天下》，古装的杨洋简直是帅呆了，真的太适合出演古装剧，一袭黑袍加身，谁也不爱的模样，迷倒不少的小迷妹呀。这就是杨洋独有的魅力。当初与迪丽热巴合作的都市爱情剧，于途一出场简直太欲了。难道迪丽热巴与杨洋合作之后，俩人还一起同游迪士尼，荣耀夫妇合体营业发糖，简直就是粉丝的福利呀。看完两人的甜蜜互动之后，俩人不在一起都天理难容呀。帅哥美女催婚的几率真是高，但与迪丽热巴都是过期的糖。现在赵露思与杨洋来两人的花絮也超级无敌甜，杨洋不愧是女神的收割机，搭档一个女生组成 CP， 让粉丝们想魂穿女主角，太想谈恋爱了。怎料在《且试天下》花絮中，赵露思追问杨洋：“我和迪丽热巴谁最美？”吓到杨洋快速回答一句：“当然是你啊，简直太逗了。”在杨洋的心目中，迪丽热巴可能只是一个搞笑女而已。对此，两人到底谁最美？欢迎留言评论。